文化，主要的服饰是展示留给文化的窗口，是增进民族友谊、促进民族团结、提升民族自信的标志。今天的苗族服饰展示分为传统手工装和现代刺绣装两套，两轮进行评比。展示时要有相符合的仪容和体态。各苗族服饰由各个参赛队提供，并配好服饰解说词。每队选一人或委托主持人用普通话解说本队展示的苗族服饰内涵，服饰在不同动作中的美感和展示各服饰的正面、侧面、背面的。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加本次的评委，他们是新闻县苗族文化促进会委员向元凯先生，欢迎。杨琼女士，欢迎。杨金慧女士，欢迎。古林女士，欢迎。黄文志先生，欢迎。熊明刚先生，欢迎。杨明秋先生，欢迎。李成亮先生，欢迎。夜节奏一致，全身协调，匀速前进，两脚尖则踏在一条直线上。这是1.5分。内容展示包括具有苗族服饰特点的手工做的民族特点，所展示的民族服饰物件齐全，整体效果要符合文明礼仪规范，台风端正，有一定的现场气氛，表演自然，精神饱满，动作处理得当，现场反应良好，表演过程中姿态优美，流露出艺术气质，营造出良好的舞台效果。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真情流露，姿态优美，形象气质良好，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。最后累加平均分，即为选手的最后得分。古顺镇的苗族姑娘穿着我们自己做的苗族刺绣服装展示给你们看，谢谢。
女一针一线制成的苗族服装，分为短裙装和长裙装。
们自身就是有价值的，这价值让使用它的人感到骄傲。或许更骄傲的是物件上沉淀的时光、久违的存在感和认同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苗绣。苗族乡两位咪猜的精彩表演，从他们的优
谢谢玉秀苗族乡的精彩展演。下面有请石海镇为我们进行传统服饰进展演。谢谢。下面有请九号参赛队麒麟苗族乡为大家进行传统服饰展演，有请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评委、来宾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我们是来自麒麟苗族乡中华山的苗族姑娘，今天身着苗族传统服饰向大家展示，请大家欣赏。
可图的推进，即市场的需求，苗族女士用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花花朵朵，制作成了五彩缤纷的自有千秋的苗族服装。我们的苗族每年的节日都要穿上自己制作的漂亮的服饰，载歌载舞，欢度苗家的节日。
谢谢周家正。